我是笨笨的。作为金致狗，在护肤这块我们是相当认真的。告别烦闷的夏天，是时候赶紧把保湿霜拿出来了。众所周知，面霜是众多护肤品中比较重要的单品，它使用在我们护肤的最后一步，可以为我们的皮肤提供充足的水分和营养。但其实面霜的作用还是非常多的，具体有哪些呢？一、覆盖皮肤表面，形成油性保护膜，有效地锁住水分跟养分。二、阻隔外界环境中不良物质对皮肤的刺激。三、不断给肌肤补充充足的水分和养分，使肌肤保持润泽的状态。四、修复细纹，增强皮肤抵抗力。五、生成活化细胞，具有补充胶原蛋白的作用。当然啦，面霜根据它不同功效，可以抵抗抗衰老、乳癌等各种功效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长期精生高保湿滋养霜。一、保湿补水。面霜里面含有透明质酸钠、维生素 E 以及软磷脂等成分，在帮助皮肤起到高效的保湿补水作用的同时，改善肌肤干燥、干裂，提高皮肤免疫力。我们都知道，面霜通常是膏状体的质地，它可以覆盖住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从而有效地锁住前面护肤品的水分和养分。长期精生高保湿滋养霜添加的糖类同分异构体，萃取自甘蔗糖类的保湿剂，协助水分结合角质层中的角蛋白。二、抵抗初老。长期精生高保湿滋养霜里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抗氧化成分，被称为贵妇圈美容的黄金成分，又被称为土豪酵母，配合保湿成分，不仅可以帮助皮肤起到保湿补水的作用，还能抗氧化，改善紧致度，增加弹性，抵抗初老。而且这些添加到面霜里是不分年龄的，只要有需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。三、肌肤维稳。除了上面这些精华成分，还特别添加了苦参根提取物、淡果甘草根提取物、黄芩根提取物等萃取精华，对于熟龄肌肤人群而言，可以促进皮肤新陈代谢，增加皮肤弹性与抵抗力，对肌肤友好温和。四、核心技术。长期精生高保湿滋养霜添加了核心技术液晶乳化技术，通过临床功效显示，其技术能保持在皮肤温度下高霜的稳定性，使产品稳定持久的释放润泽成分，达到显著的保水能力，持久的润泽效果。效果优秀，润泽效果棒棒的。经过专业仪器测试，润泽续航超赞。